2024年9月8号，礼拜日早上6:20，今年的第95次龙洞游准。今天说实会很漂亮，漂亮。有艘船啊，有艘船，完蛋了，再报警吧。喂，火灾，火灾，对，没有，没关系哈，我现在在鼻头角外海，我现在看到的是海上渔船着火了。整个烧起来，我在龙洞甲湾步道，然后他的，好，没关系，对对对，我在，对，我看到那个，对对，好，等一下，龙洞什么？龙洞甲湾步道，龙洞甲湾步道，对，然后海上的船只着火，对，是，对对对，有，着火了，好。Okay. 你等我一下，我先派车，等我一下哦。这个它在有点，它在海上外面有点距离呢，距离大概1公里内。1公里内是不是？对，它在海上。对。海上1公里内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好好，我请消防队过去。好好好，等一下哦。然后我看哪边你们可以看得到啊？因为我在甲湾步道的龙洞甲湾步道的凉亭，消防车的话。对对对，龙洞甲湾步道凉亭往海上看过去。对对对，你们那个是渔船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紧。好，那是渔船还是什么船？渔船看得出来吗？渔船，渔船哈。对，1公里内，快烧，整个上面都烧起来了。火烧船，好好好，我请哦，先生，我等一下会打给你哦。我跟你讲哈，你们到那个庙那里。那个龙洞甲湾步道那边有个庙，那叫什么？你说甲湾步道有个庙？对对，那边停车场上来一下，大概20-30公尺那个弯道那边就可以看得到了。停车场上来弯道，对对对，就看得到。对对对，好，那边是比较近。对对对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有一台船过去，有一台船过去了，左边有一台船，有一条船过去了。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对，好。两艘船过去了，两艘船过去了，右下角还有一艘，这边还有一艘船过去了。这艘船开得很快。现在在龙洞甲湾步道，一样在拍鸟。然后我突然间一看，发现海上冒烟啊，然后
一样镜头拉进去看火烧船，今天礼拜日，上次礼拜六都让我遇到，然后赶快打电话报警，现在有一艘船已经过去了，然后这边还有一条小船，然后陆续都有渔船过去了，火烧船，然后那个船员都站在那个左边的船头上面，然后有渔船过去救了。都在船头啊，那个船员都走到船头去哦。救得了啊，救得了哈。现在有人在喊打电话，对，钓鱼的也看到了。那是海巡的船欸，那边有橘色衣服，是海巡的人，橘色衣服应该是。哎，陆续哦，好多船都赶过去了，你看，这边有一艘船过去，然后几乎
你看到左边这艘也是过去的，这是海巡的，是终于看到海巡的，这是海巡的吧？对对对对对，船上是有国旗，然后穿橘色衣服应该是，但等下看会不会去灭火。然后还有，这边我记得后面还有两艘，哎，对对对，在这，哎，这个已经都会赶过去呀、啊。海巡的是不知道有没有救火的那个喷水的，哎，海巡喷水的可以哦。海巡一般不是会有一个喷水的装置，中华民国国旗，你看，啊、哦，中华民国国旗，海巡的，在哪？冲得好快，哇，这里烟雾太大，好满符号，你等海巡的快到了，然后这边步道这边陆续都有听到救护车的声音，海巡的到了，欢迎海巡，来来，海巡的进去了。现在几分？哦，7:43。第三面，哦，这样厉害嘞！哦，都觉得这个消防队很神奇，这是消防队灭火啦，海上的没有办法灭，但是上礼拜那个匕首角步道的水线牵进去，然后这一台也好强啊，海上的这样直接喷了。哦，终于关灭掉了，哦，快点烧成天的，那要烧到晚上，烧到什么时候？记录这个我电池快没电了，啊，今天还没等到鸟啊，几点到？6:30到的，现在7:40了，等了八九十分钟了。电池快用完了。时间很重要，8:20的，我等了快2分钟了。
好短，火烧船烧了80分钟，对，我等鸟等了快2个钟头了，我已经等了3个多钟头了，我要回家了，6:30等到现在了，9:40，可以，收工了，手工回家，不拍了，不等了，不等了。